一帖撒罗尼迦第三章第一到十三节。原本爱调查，特心焦个头，唔得到爱第二调查嘅消息。爱调查都决定派提摩提乌斯去加强信心嘅兄弟，去二调查一笔。但系爱格斯拉斯含本本错阿地奈提方便。提摩提乌斯出系格爱调查强下做上帝工作嘅人，传耶稣救主嘅好消息诶。爱调查派伊去二调查边，爱九巴二调查革命二调查先闪个门板，所以二调查先闪唔会有通道，因为淡阿多库存，因为二调查的本等七家腾上帝的人会有阿多库存，爱调查革二调穷海之时。爱调查也如讲本年调查的诶，七家未如按多库存。今下年调的甲七多诶，计库存真实如诶。除非人民爱调查无本事那样，按外地年调查消息，爱调查都派的无丢失。所以爱调查的年调的信心对耶稣救主唔会无限。爱调查按家调二调查的信心，本魔鬼头起，每到隆重爱调查做诶变浓黑。今下提摩提乌斯爱调查派诶人都转到里杀诶，伊带暗访起诶消息，讲到二调含本按住信心对耶稣救主，个诶二调上调下一扎对撇扎人。而家讲二调按爱尼爱调查唱爱调一样，该二调查一点相当爱调查，让边按好对二调查。兄弟姊妹，烦恼爱调查按多苦从顶多欺负，爱调查变多按欢喜，听多二调查消息，甲听多二调查按有信心。真是爱调查生多按有意思。爱调查要上到按住之时，系讲二调查本相信主耶稣。爱调查到过二调查时节，爱调查心就按太欢喜。爱调查真实按感谢上帝，人比二调查。明日明家爱调查全心到过求上帝，所以爱调查要你二调查面对面。甲晓甲教二调查的信心对耶稣救主，爱调查祷告希望七界阿爸上帝甲七界主耶稣开路本爱调查晓希尼二调查，希望主上帝反甲本二调查按太的爱，所以二调查见下一扎对撇扎人。甲今下隆重人唱爱调查按下二调一样，希望主上帝每二调的信心高门板。所以迄讲多加时间呢，耶稣出海去解主，恐吓甲隆重而托恩人来的时节，初去解阿爸上帝的面前，二调人轻轻抹嘴。